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请坐，请坐，请坐。哎呀，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这个舞台我们站着就行了，是吧？对呀，我跟你说，你让观众这么一热情了，我们做主持人的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怎么感谢？一般要感谢怎么感谢？大家哇，鼓掌，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谢谢大家呀。说谢谢不能出声啊，一出声就不是心里话。那我也跟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好不好？你说啊。对不对？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好话，我肯定把我给骂一顿。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明星团也已经准备好了。好啊，快乐明星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哎，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感谢我们四位明星的到来。好，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啊。首先介绍的这位歌星名字叫陈瑞，现在啊在网络上极火呀。有几首歌你们必须要听。好，白狐。白狐。白狐，表演的狐吗？不是烧水的那个狐，是狐狸的狐。很珍贵。还有一首歌特别喜欢，叫下辈子不做女人。好，给我们全国的观众问个好。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狐陈瑞。白狐陈瑞，但是我还是喜欢听下辈子不做女人。别介，我其实歌里边是那么唱，但是站在兵哥面前下辈子还是做女人。再次掌声欢迎一下我们陈瑞。欢迎陈瑞。下辈子都不见，下辈子别见了。下辈子你就下辈子才记得我的名字。对对对对， OK OK， 下辈子好了。哎呦，有女生不高兴了。来，我们的爱萌萌，欢迎。爱萌萌在我眼中啊，真的是最出色的超女。你，哎呀，有你的歌迷在啊，而且还都是男歌迷，我的天哪！你们放心好了，男生请坐下，我替你们照顾吧。萌萌。先给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来，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好想你们。欢迎我们的爱萌萌小姐。接下来就是我们歌坛的怪才了，原花儿乐队的主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现在就叫歌星就可以了啊，叫歌星大张伟，是这位。谦虚啊，歌手不行吗？来，什么后面出现了？各位啊，我告诉你，不管人家呀喊什么，尽管没有听清楚，但是这份热情是体会到的，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说我这个新专辑啊，各位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各位。抱一下吧，抱一下吧，来吧，来啊。我在后边想抱人半天，人大张伟就不理我。你看，我看还是采访你比较合适。好朋友，好朋友，咱们自家兄弟的话怎么对呀？说着，我们海滨了不得呀，这真是在表演的影视圈当中一位佼佼者。庆祝我们建党90周年，他的一部大戏《开天辟地》哇，在中央台的黄金时间播出，引领了。这个收视热潮，饰演的毛泽东年轻时候的形象。来，再次感谢我们四位明星的到来，谢谢，谢谢，请就坐。我们今天的明星歌手、影视演员都有，他们还要带表演天使来啊，快乐天使，快乐天使也是给我们加油助阵，没错。那么哪一位明星愿意先把自己的快乐天使给我们大家呈现一下？谁先来呀？我。陈瑞，陈瑞，来，陈瑞。我想带来的嘉宾绝对是气气棒。你怎么？名字就特别的厉害。哦。叫无牙套组合。就跟牙有关的一套绝活。而且是无敌的。那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说总是看不到立体的。咱把这一位请上来行吗？好，有请我们的郭国直。
有请。顶了一个这什么车胎，对，轮胎啊，掌声。还有一节，还有一节，还有一节。 OK， 好了好了，现在都是平路了。哎呦呦，可以了可以了，拿下来了，拿下来了。哇，哎呦，来，叫什么？郭国直啊。哎呦，你刚才是用牙咬的，我看看。用牙顶着，下牙顶的，用下牙顶的。对，用下牙顶着。哎呦，那你顶着这挺沉的呢。嗯，还好吧。你为什么想到用牙去顶什么物体啊？嗯，因为小的时候，小时候见谁咬谁。小弟大了之后不咬点东西过不去啊？是不是？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家里面吃饭吧。把那个汤勺都咬断了，哇，这么好，所以我就开始练这个。但是我老实讲，你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更绝的，让大家就是让他们没平时没见过的。刚才顶轮胎吧，这是小试牛刀。下面我给大家带来是我在2003年冲那个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那个项目。你还冲击过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对对对，太厉害！哇，看看什么项目，好不好？好好，来，有请。下面我就用牙齿把它顶起来。天哪！掌声！他要用牙齿把这个顶起来，这不可能啊！哎呀，真咬着嘞！天哪！可以了吧？五，哎，行，哎，来帮一下，帮一下，帮一下，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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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慢点，慢点，来上，还要干嘛？还要上，还，他觉得这个不够，是吧？加多少个？不够。现在，咱再加五个吧。再加三个。三个。八个了。八个。哇，在这儿，不是，等会儿，我看你是英雄好汉一条，我给你。提个条件行不行？现在是八个，不如啊，咱十全十美，你凑十个行吗？行，这样吧，你说十个，我再加两个，再加两个行吗？嗯，好的，好的，好的。敢吗？试一下吧，试一下，试一下，要十条鱼的。来，观众朋友们替他鼓掌，给他加油。鼓掌。其他人员来，走着。个人保护个人啊。没事儿，来。天哪！哇！呜！掌声响起。好好好。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啊？这真是创造世界纪录了，我的天！啊！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快快来来来，帮一下，帮一下，帮一下。慢点，慢点。慢一点。天哪！郭国直，慢一点。你别动，国直，来，你刚才小声的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这样吧，我吉尼斯纪录是十个，现在我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十个。对对对对，现在我再加两个。好，哦，十二个。他在挑战自己。我喜欢你的冷静。不要就来一盘吧。你已经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了，十个了，不要硬撑，两个就打破世界纪录。对不对？来，有请工作人员再上两条板凳。天哪！现在我们的郭国直先生要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能不能在我们辽宁电视台的《让快乐飞》这个舞台来完成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大家跟我们一起给他鼓劲。当他把牙咬上这个长凳之后，我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就不要停，延续十秒，如果十秒钟成功的话，新的世界纪录就在我们快乐飞的舞台诞生了。来，哇，我就像个飞机。郭国直，加油，你只要咬上顶起来松手，我们掌声就会响起，掌声欢呼声，十九
的让我很振奋，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对吧？以后还会不会在更高的这个层次上冲击？嗯，我等我再练一年吧，我再练一年，再到辽宁建设卫视来做好棚挑战自我。哦，再练一年，再练一年，对对对，那咱们就约好了啊。四川人，那兄弟，明年要有机会再来，好吧？好吧，加油了，加油。OK， 不过这谢谢，稍事休息一下，休息好，好，谢谢。接下来从下面来就到腰部，我要推的这个人叫做大漠第一腰，让我们掌声有请他出场，有请赵金华。我不知道吧 ？OK， 掌声欢迎一下，你名字叫赵金华，你被誉为这个大漠第一腰，为什么这腰围这么粗啊？啊，所以你嘛，对，就是。那用这腰干嘛用啊？转呼啦圈。什么？呼啦圈？呼啦圈？转呼啦圈啊？圈？那算了，我不送了，有机会再来。哎、不啊！别介，你这个呼啦圈。不，我告诉你，我们这舞台不开玩笑了。不是。转呼啦圈转的最棒的，那什么转150呼啦圈，全是转150，我们这都有过。那圆的对不对？圆的。那你等会儿看看我们的呼啦圈，你就知道了。你们家呼啦圈不是圆的？对，就是。你们家呼啦圈不是圆的？那还叫呼啦圈吗？像吗？来，怎么样？我三角铁的自制的。这三角的，你也不怕它勒着你啊？还有是铁的。啊，铁的。哥，你摸吗？哎呦，真是铁的。对呀、啊。OK， 我们看一下三角呼啦圈，在它的这个第一腰当中会转成什么样？哎呀。来，预备。开始！哇哦！哇！它真是能转啊！对呀，我原理我估计也差不多，但是你那不是，但是肯定不好转。还有？还有啊？还有？还有什么？这还不够？还有跟这不一样，这个三角不行。啊，三角不行。不行。那还有什么样的？来，还有正方形的，正方形的呼啦圈，没见过吧？不、哦，来，有请。来，哎呀，哎呀。哦。还反转呢、啊。漂亮吗？虽然觉得有点稀奇啊，但是老实讲。也觉得不行，也就属于赵金华再上一厉害啊，还有没有？还有钢钉呼啦圈，听听啥名儿？钢钉，钢钉呼啦圈，钢是钢在哪儿钉的一个呼啦圈？大家看看，来我找个人来试试吧，哇，就是，掌声，真的是钉子。哇！大家现在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腰啊，被这个钉子给划的，得绕过一圈，腰就有一个白印儿。这多多少少有点硬气功的感觉。对，对不对？有点绝活，真的。OK， 谢谢。嗯。就到这儿了。千万别模仿，千万别。不能模仿。千万别模仿。OK， 谢谢。今天的表演真的很不错啊。还有一个节目。还有一个。还有节目？都到这程度了，还有节目？还有一个102斤重的。哦，对。什么意思？行。就是说这个就是这是钢钉嘛，还有一个100，看四个小伙子抬上来。看看这个，你抬上来的，你垫垫，来，垫垫，这呼啦圈一二102斤重，三，哎，得了，你们两个又是啊，
你使点劲儿。我使哪劲儿都使出来了。来，我就不信抬不起来。一二，哎，不是，哇，这么沉。对啊。你的对手如果要验证一下，没问题，对吧？验吗？来，海滨过来，你验验来。对，看看这是不是一个102斤重的呼兰顺？来，来咱俩啊，啊。哇，怎么样，海滨？你证明一下，证明一下。哇，别大叫。是真的吗？绝对的吗？这真的太沉了。不行不行。毛毛，回来！啊，你看，大家不要喝。你们让开，毛毛，小心呢。太棒了，妹妹。咱别为难自个儿。我告诉你，你的体重还没他沉呢。啊。算了，102斤重的呼啦圈，我们这一位先生，赵军华，要在腰上旋转起来，转起来，不开玩笑，大家掌声，大家靠边一点啊，很有可能转起来之后就出来了，大家靠边点啊，小心点啊，打起来啊，来，我哇。加油，鼓励鼓励，赵军华加油啊！加油！呜呜呜！呜！呜！掌声！真帅，真帅！知道100斤要转起来1两贯1斤呐、啊，这转起来相当于小千斤重的力道啊！能不转他就给他转的。OK， 可以了，可以了，金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转起来真的有小千斤的力道。是是是，你太棒了，太牛了，太牛了。这一组牛吧？老赵太牛了。OK。两个真刚才那个也棒啊！啊，对啊，对啊，海萌萌怎么样？我觉得他的基因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那个电影里面演的那个橡皮人，他全靠那个肚皮上的那个肚皮有噔噔有弹性。哎，大张伟，你感觉好？服不服？中午服不服？中午，对对，就这样，小麦，就这样，大张，我告诉你，他应该他这样形容，你要这么着，你结果出来啊，来，然后收服。刘德华，来，马德华，刘德华，马德华，刘德华，马德华，你服还是不服？我就是说，我想试一下那个三角那个。是吗？哦、可以啊，真的假的？试试。就算不会没有关系，因为从来没转过三角。OK， 好，我给你拿过来。来，给那个，我来模仿一个东西。好，放风筝，你模仿放线，来。行行行。来，你这种冷幽默让人很难接受。来啊，我试试，感受一下。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一个教练？这个教练怎么叫跑起来？靠边，这带脚，这带脚的。要跑一下，要跑一下。什么？我往前冲一下，悠出去啊！嗯，要往前。而且这个动作特别好看。嗨，疼不疼？我疼啊！你别哭了嘛，不是？我本来想试一下，他一说不疼，我就不试了。看来还是先疼的啊。OK， 嘉宾们，其他嘉宾请就坐。谢谢。哎，我们再把刚才的郭国群先生请过来。OK， 今天你们这一组非常的棒，但是话说回来，你太偷懒了。为什么？你除了刚才站在我面前吹牛之外，一点力量。我也为他们俩鼓鼓劲儿，加加油。算是我这队长也没白来，对呀、啊，没白吹。唱什么歌？行，那我就把我一首主打歌曲叫做《藕断丝连》送给大家。
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藕断丝连，就是，对不对？就是，所以我明儿走了，我跟斌哥还是藕断丝连。你们俩的事儿呢，就希望下去解决。好好，行啊，你再喊，白扯白扯。OK， 白胡啊，白胡啊。一支舞，我是你千百年前奉献的白丝绸，飘下一枚头发，天长地久的花朵，幸福。现场的好朋友，还有要点歌的吗？还有吗？开个玩笑。OK。看一下他能够获得多少快乐指数，连连带他们去搜集一下数字，有请。大家一定要声大，大家支持这个队伍，一定要大，我等会儿再唱。来，把掌声呐喊声送给他吧，走喽。两位快乐天使休息一下，谢谢。第一轮出场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表演，哎，万事开头难，但是他们开的挺轻松，挺精彩的。没错，那接下来对第二位出场的压力就大了。是，谁敢第二个出场？谁？哦哟，我海滨，海滨哥。来，海滨，我们红日带来一个组合，这个是牙套组合，是真牛。你知道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是想让你放松，放松什么？不能开玩笑。这个老姑和这个老赵真的是不可，真的是刮目相看，真的是没法把他们当普通人看。你送什么来？所以啊，我让哎脸脸呢？哦，脸脸来，哎脸脸，后台的那个我从北机场带来那个箱子，你给我拉过来。哇，而且你给大家带来什么？这么沉呢？因为啊，我已经告诉过我啊，说这个今天的这个组合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特地的今天从哎呦，首都机场，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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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空运了一个武器过来啊，武器啊，对对对，秘密武器。我真的想看，赶紧赶紧。但这个武器呢，一定不要让我，因为我自己知道是我装进去的，所以呢，脸脸还是斌哥，你们俩看，来来来，咱俩来来，女士优先，还是斌哥来吧，好吧？那好吧。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谦让一下了。那你来吧，咱们一起来，来来来。非常棒的一件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哎呀，什么礼物？我整了一张飞机票，托运当行李托运来的。我合着我拽了半天，就拽了一个活人是吗？那肯定是活人呐。哦，是一活物。把这么一个女孩放这箱子里。小的箱子里。我老实讲，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箱子够大，这人放在里边应该没问题。秘密，啊，你放里边，咱们看一下。好的。我跟他不开玩笑，不是真的放不进去，没有功夫放不进去。就得这样摁，往下摁，踩着往。我也想跳多次。大家看到了，不是有功夫的人绝对放不着。其实啊，这个也不赖这个箱子，只能赖秘密太胖了，是吧？我哪有啊，你该减肥了。秘密不所以啊，爸爸，将近将二十寸的，一定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柔术美女刘腾啊。哦，刘腾啊。哎呦喂，你怎么是谁给你塞里边的？就早上八点多就给他装进去了。兵哥，对对，啊，你说兵哥，我以为叫我呢，我不干，我干不了这么狠的事儿啊。但是能够看出来，能力在这儿，所以你不用害怕。够柔，够柔，够柔。那咱这样好不好？柔一下吧。给大家带来一段表演，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好吗？来，刘腾的柔术，你看。
太柔软了。你是从小就练这个吗？对，是的。几岁开始？八九岁吧。八九岁了，那你想这么柔软的女生啊，我跟你说一定有一颗坚强的心。很好，很不错。就这样，就这样。刘腾，对，刘腾好。那就来第二个队员，继续跟陈瑞啊，对，跟陈瑞来拼啊。对，我们第二个队员呢，是一个称之为我称之为变相怪杰的汤文。这个变脸，本人其实还蛮帅的，蛮帅的，蛮帅的。对，你能告诉我们点诀窍吗？哎呀，这个就是，来，秘密，你踢我一脚，来，来，那是一拳，你弄出了他，他这脚和拳头在这不分呢。我说味儿怎么这么大？应该这么说。
说，来，踢我一拳拳，啊，真的，能不能教我们一点技巧？我对这个特别有就是好胜。那这样吧，你当裁判，我们几个嘉宾，我们都鼓一下主持人，我们都学个这星星，看谁学得像，好吧？来来来，各位就过来一下，咱们试一下。教练，教一下啊！现场的观众，你们想学也可以学一下啊！舌头是吧？脸。啊，把脸和上唇、下唇都全都用气鼓起来。不对，然后还得把鼻子张开。来，我们试一下，你当裁判啊，当裁判。我现在基本找有点感觉了。先看看女星星怎么样，好吧？你拜拜。真不打傻了，这个你这对眼睛，这太不像了。这谁这么残忍的？这么漂亮的姑娘给打成这样啊？哦，来，陈瑞，太不好意思，我跟解放天鹰，来，应该试一下啊。把嘴鼓起来，把鼻孔冲前面，完手手鼻孔，抽鼻孔。你这是狒狒，这也有点不像。来，我们看一下海滨怎么样？海滨一身正气的人，啊，一身正气的，来，这是专业的啊。嚯，这是怎么了？怎么？马姐，各位校长，各位校长，各位校长啊！你利用牙碜了，这是啊！你闭嘴行吗？这还是星星，绝不是星星，这绝不是星星，不行。看一下这个张伟，大张伟啊，这没鼓起来，这没鼓起来。这是豪猪，这是。也不行，看我的，哎。去吧，还不行，还不行，不够力度，还不够，还不够，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你看，我再说一下，你俩再，哎呦，看他的，哎，秘密，来，大家看一下啊，秘密真相，来，一。二，太可爱了！我告诉你，你要在动物园，老招风了得。不跟你开玩笑，脸脸肯定像，脸你绝对像，你绝对像。脸老实讲，特别长得不像狒狒。脸不用做表情就有点像。啊，来，变开始。星星馆的代言人。备，来，一，二。我老实讲，我说句最公平的话啊，要说最像的，那就是他了。对。啊，对不对？第二就是咱们原来当主持人的，咱们这一组里面最像的确实是脸脸，是这俩。哎，既然是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这个课程啊，咱干脆扩延。怎么呢？就玩一个有动物小品的。动物小品。动物。脸脸这是一个公猩猩，好，对吧？嗯。然后遇到了一个。母猩猩，那肯定就是秘密了。不，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咱们就母的，不是，这老实讲，他也许是反串呢。对呀。你就属于反串的母猩猩，好不好？哦，玩反串母猩猩，你有反串的母猩猩。你瞧人家，你瞧人家多。人家多主动啊，你瞧母猩猩多主动啊，好灵活呀你。此时母猩猩坐在了公猩猩的旁边，母猩猩含情脉脉地伸出了它的右爪，轻轻地勾动了一下公猩猩的左肩。此时公猩猩对母猩猩说，说亲爱的，我们结婚吧。你来吧，行不行？你要进入节奏。
此时，公猩猩默默地注视着母猩猩。OK， 掌声响起，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明星，谢谢，谢谢，谢谢这两位。OK， 我觉得这些表演的非常到位啊，不开玩笑啊。嗯，谢谢。要看观众的。对，好，观众给多少分，咱就拿。汤文啊，咱们就变着脸让观众给你分，不行吗？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你只要一变脸，观众马上欧就起来了。好吧，来，好嘞，我们的脸脸带他们来收取我们的快乐数字，有请。好，那如果你支持海滨这一队的话呢，请把你的掌声呐喊声送给他们吧，送吧。118.3分，被掌声恭喜！谢谢一下，谢谢一下，不错不错不错。接下来谁来挑战？哦，爱梦，萌萌萌萌，掌声鼓励！现在歌唱得很好，是。据我的了解，以前真的还真不是学唱歌，哦，对，对不对？学的好像是外语，我记得是。没有，学画画的。学画画的。是的，环艺设计。人家说画是凝固的音乐，对啊，音乐是流动的画，嗯，相通的，所以相通，对，所以唱歌就有色彩，对不对？对。但是你有色彩，你的表演天使有没有色彩？那绝对的，我的队友，我觉得是，怎么说呢？一定会让大家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真的假的？那赶紧给请出来行不行？嗯，首先呢，我就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表演天使呢，快乐天使呢，他应该是一个平衡达人。平衡达人什么意思？对对，就是保持平衡特别好。哦，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他的那种平衡感都特棒。对对对，相当好。而且我们这个组合和之前的所有的组合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这个组合其实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老少同组合。老少，也说有老有小。那咱们先请少的还是请老的？请少的，这位名字叫做田正。来，掌声有请田正。几岁了，宝贝儿？九岁。九岁啊？哪儿的人啊？河南。学习这个学多长时间了？四年了。学四年，你觉得自己平衡感很强吗？还行。那我们要看你的表演才能决定，我给你打分好不好？满分100分，我们看给你打多少分，可以吗？行。OK， 来，我们看一下田正给大家带来的表演平衡，有请有请。
个东西啊，很多人都觉得很容易啊，就在踩脚底下晃呗，嗯，就平衡了，没那么容易。我前两天刚玩，哦，你前啊，我差点给我摔残废，真的呀？我不骗你，那怎么差点呢？你的意思我就应该残废是吧？哎呀，你这样好不好？脸脸你试试，试完之后、哦、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残废会怎么样？脸脸啊。啊，不开玩笑，我们先可以扶着扶着你来，大张伟，咱们男生、啊、男生、哦、男生帮个忙，帮个忙，这特别难，让让他感受一下，啊，来、哦、来来扶着你啊 ，OK， 别停，放手放手，可以松手吗，脸脸？可以松了吗？嘿，你别动，你回来，嗯，回来像话吗？你自己来，能放下来吗？慢点，慢点，松手，大二一，好，倒计时，一二、哦，太难了，抽筋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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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特别难，所以要想练好这个，必须胆大，可是小朋友胆哪有这么大呀、啊？小小的年纪，关键是就是师傅管的严，小脑的平衡能力特别强，师傅管，你说我小脑不好吗？你大了，小脑就不行了，是吧？啊，这是正常的。越大越不行。来拿着。从小练平衡的、嗯，他长大以后，跳舞感觉特别好，没错，舞蹈的感觉会特别好。将来这算是他的一个才艺，是你的基本功。但是将来可能还会干别的，对不 对, 对？不错，小朋友啊，好好努力了。好，来歇息歇息一下，歇息一下。哎。那接下来。我们出了一个这么小的，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嗯。接下来我们要出那种一个顶两个。哦。而且一来就来八个。哇，八个老将出马。对。一个顶两。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老将们出马。让他们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先从这位阿姨开始。嗯，我今年49岁，我叫桑丽娜，我来自鞍山。49岁 ，OK。这位阿姨做一下介绍。我是老大，今年67岁。哇，这是男扮女装的。好，这恐怕是反串，算是40岁大的了吧？啊。大家好，我来自鞍山，我叫刘燕，我今年44岁。44岁啊、哦、，OK， 阿姨你好，问一下小阿姨，介绍一下自己。我南向郑安广，来自鞍山，今年68岁。68岁，哇、哦，叔叔，我就不跟您开玩笑了，介绍一下自己。我来自鞍山，今年70岁。哇。哇，这是最
最大的反串啊，七十了啊，还有大的呢。那我介绍这大的叔叔您啊，我叫周启达，今年是七十五岁。75岁到底哪？75岁，七十五岁啊。哇，大姐您呢？我叫王丽杰，今年47岁。47岁啊。欢迎你呢。我叫胖梅，今年50岁。说到这儿，我就要给大家说一下了。这八位小天鹅，为什么今天我们给请来？他们了不得。也许没有优美的舞姿，对啊，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坚强的心。对，八位，每一位都是癌症患者，但是在癌症在病魔向他们侵蚀的过程当中，他们每一个人呈现的都是坚强。他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不管舞姿怎么样，露出的笑容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给他们鼓掌。这样我给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一位大姐3种癌症，她一个人得了3种癌症。是哪一位大姐？来，大姐。啊，不可能！他刚才跟我最近，他笑的是最灿烂的。我就是想说，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患有3种癌，一个是黑恶肚瘤，第二个是乳腺癌，再一个就是子宫绒毛癌。虽然我得了3种癌，但我活得很快乐，很坚强。得癌症，你们不要害怕，癌症不等于死亡。你们看到我今天的笑容，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命力有多强，有多壮。阿姨好样的。嗯，谢谢大叔。您是岁数最大的一位。75岁。您得病多少年了？我直肠癌，是12年了。12年。因为我现在得了12年了，说不好听的话，裤衩我都扔了100多条啊。那老伴儿啊，不厌其烦的，也不怕埋汰，给我洗给我涮。我老伴儿对我伺候相当的好啊，是吧？完了以后，我老伴儿说：“哎呀，老头子，你不有病啊？你看你要死了以后，我怎么，我和孩子怎么办呢？”给爱一个承诺嘛。完了以后，我一看会以后，我就是想开了以后，说你老伴儿也伺候这么好，你要我再死了，就把他冷不把人更坑了。所以我一定要坚强的活起来。是不是当你最难的时候，老伴儿一般都用这句话来勉励你？对，他说呢，你好好活着，你多活一年呢，就是我们娘们儿爷们儿幸福啊。这孩子也这么说，是。说你是说了话，你活着咱是一家人，真要死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所以会我一定要坚强活下来。那坚强活下来了12年，哎，如果这12年总结出来，要用一句话代表你的努力和克服困难的那一份行动，你会用哪一句话说？我用心态，我心态相当好，我天天跳交谊舞。嗯。这晚上呢也跳，所以我用这个去这个找快乐，用快乐战胜病魔。所以我心态，我高那以后，我现在相当好。现在我能在那个大舞台上还能表演，我成了高兴啊。这没有共产党啊，哪有我现在我今天。说得好，这位大姐，看着很年轻。大姐，我看您这有8，这是怎么？有8。嗯，我今年50岁。嗯。患甲状腺癌15年。15年了。15年。您当时得的时候？35岁。正年轻的时候啊。如果要是说给一些生活当中有些颓废的人
送上一句话的话，大姐你会送哪句话？生命啊有多好，你当你有病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蚂蚁在爬，你就感觉到你这能不如蚂蚁吗？我们一定要向它拥有生命。花草也好，蚂蚁也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想生命太宝贵了。我跟你说，光听这一句话，我就知道当时你心是什么心了。看到蚂蚁在马路上，蚂蚁在爬，它都是小草羡慕的心。对，小草在摇曳。我就想他们都有生命，我为什么没有生命呢？ Okay. 我一定要好好活的。坚持坚持坚持。好了，这是我们八位叔叔阿姨大姐他们坚强的这个写照。我觉得那一位岁数最大的叔叔说的是最好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当中始终保持着一颗欢乐的心，保持一颗能够战胜病魔的心。我觉得这颗心已经不是决心，不是信心了，没错，而是一颗恒心。我觉得有这颗恒心，没有咱们放不平的事。今天我们的艾萌萌啊，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就叫恒心，送给大家，好不好？来，有请。
是今天我真想说一句话，如果你们热爱生命，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攥在自己的手心，愿意把生命在呐喊当中让它活灵活现绽放，就大声地支持他们，让他们成为今天的人气王。来，连连带他们来，啊，各位来出发往前行啊，行行，小朋友啊，看赛道，现场所有的好朋友，请拿出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支持他们，我们向生命致敬。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今天认识你们好高兴，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快乐要延续下去。对，好，马上那个请上的就是我们这个组，叫超级魔幻组。怎么魔幻？哎，听完那魔幻的不是变魔术啊、他们是魔法。还有第二个是一个换来换去的一个幻术的感觉啊。你说的你说的很认真，我们听得很糊涂。哎，对，咱们一点一点来。咱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一位这个人了不起了、光听名字一首歌能代表他。OK， 有首歌，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不是，这好像是你的歌吧？不是，是因为马上这个人就叫做迪达，哦，是咱们的模仿达人，了不起，迪达，来，有请。掌声响起，掌声响起，掌声响起，哎呀，一上来就知道模仿秀了，模仿多棒，杨洪基，哎，要不什么杨洪基，杨坤，杨坤啊，多好，我承认他模仿杨坤很像啊，但是我老实讲，你觉得很一般，对不对？啊，不，因为太多人模仿，太多，对，都烂了，怎么办呢？对，来，先介绍自己，让大家认识一下，来。睡的腰上疼，吃的是反胃，脑袋是迷糊，瞅啥啥不对。我叫迪达，不鼓掌等啥呢？啊！哇！啊，这模仿真的我有，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模仿就确确实实，不新鲜。是是是。哎，我给你隆重的介绍。找一下大张伟，大张伟你好，大张伟啊，大张伟呢也是模仿秀的高手，没有，知道，你就当你最高啊，是，模仿啊，我们的秘密脸脸啊也是模仿秀的高手，我就这个小学当一回高手，当一回高手，我是高手，对，高手，对，就这么骗自己，就这么骗自己，好。你过来，大张伟你过来，哎，干嘛去？如果你们啊真能玩起来，我很佩服你们。哦，你们能每人模仿一个人物，模仿一个人物啊。一个人物。比如聚会的让快乐飞这个舞台。哦，就是说我们大家没事，然后不可能在一块的人在一起了，对，感觉哈，可以吗？好，来，预备，出场。大家好，我是易中天。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来批三国的，我今天邀请两个人，是谁的我还不知道。
李老师啊，李老师，你看俺家玉田没？那时候俺家刘英嫂子呢？你掏的什么玩意儿啊？没掏。他酒精高，你怎么办？我这下不来了，这是给我送个病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吓一跳，我跟你说。不是，哎，你三位谈一谈，在快乐飞这舞台上高兴不高兴？谁先来呀？那什么，我说了。来，到这边说一下。那什么。你一边走一边说，说你也没这么好。高兴不高兴来我们舞台？我跟你说，现场来这么多人，如果掌声接街舞就来上街舞。我跟你说，一会儿天不服，小街舞就雷你，知道吗？高兴吗？来我们舞台？高兴。那你高兴，他们让岳老师先演个节目，我就高兴。我了，叶老师来我们舞台高兴吗？高兴啊，很开心，很高兴，很高兴，还想来，必须的。好。小伙子长得还帅，对，好吧，个子还高，好的，这算一个强将，好的，掌声给我的第一位选手，第一位，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谢谢。你刚才说第二位呢？那所谓一棒还有一棒棒啊，什么叫一棒还有一棒棒？一棒棒，因为他们这个组合加一个棒字，你应该说是要是棒字也是一级棒，对，是一级棒，因为他们是。换棒便衣，等，便衣警察啊？不是，他们是一边换棒一边便衣，一看就明白了。一边换棒，那是什么意思呢？别提多忙的了。OK， 好，请看。
在这衬衣是最难穿的，因为衬衣太软。将制造难题，手不能停，我们的这个棒子不能停。当中有那个扣人心弦的感觉，对对对啊，这个弄不好就恐怕吧，他掉地也不怕，对对对，只有怕他劈脸上。啊不，我跟你说，这是真容易出现的。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柜子，这柜子呀，这棍子哦，你看这柜子真的是木头的，挺沉的呢。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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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打一下真的挺疼的。你别说，人今天这两位也，你看流的这么多汗啊，能不能成为今天的人气王？这还得看，还得看队长出不出力，对啊，对不对啊？队长该出力也得出力，出心哥了，对不 对？出啊啊，可以可以啊，因为本身来说那个出新歌了嘛，对、唱一首这个《新屋檐的结局》，李斌哥非常喜欢这首歌，哎呦，这真是《新屋檐结局》，特别好我的真爱在哪里？啊，真爱我问。
们看一下大张伟这一组能够获得多少快乐指数。好的，来，请上我们这两位。好的，来，一二三，喊。来看看，看看最高值。来，脸脸告诉我们，哇，108.8。好的，谢各位，谢各位，谢各位。那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在这一刻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有请那些表演天使再次上场，有请我们的嘉宾过来。那我们每一期呢都有一个快乐人气王，没错，今天我们就不再念分了，不管快乐人气王今天得多少分，他都是人气王，没错。那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八位叔叔阿姨，你们是真正的快乐人气王。来，把我们的奖杯送给我们八位叔叔阿姨。好的，观众朋友们，快乐有时是沉默，快乐有时是笑声，快乐有时候是坚强，这就是我们节目今天告诉大家的内容。我们也希望下周的同一时间锁定我们辽宁卫视，收看我们的《让快乐飞》，让快乐飞起来。谢谢，快乐飞。